迷你吃鸡，想要吃鸡，那肯定得捡空投呀，因为空投里面的物资不仅丰富，而且伤害还高。嘿，竟然有个粉丝敢和我抢空投，不知道我奶酪是每次村的拼手速第一吗？巧了，我是迷你拼手速第一。可恶，年轻真好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去捡另一个空投。不是吧，这边也有人，不过我是飞，你是跑，我肯定比你快。好，前面分一半。啊，怎么什么东西也没有啊？臭奶糖，你少在那里装，空投肯定被你拿光了，快给我交出来。小粉丝，我真的没有拿，这空投早被他拿走呢。我才不信呢，你这个臭奶糖肯定在骗我，想独吞空投。我这简直比窦娥都冤。不行，我只有20滴血了，我可不想枪都没摸出口袋。小粉丝，你快看，后面有飞机。哪里？嘿嘿，就是现在，赶紧溜。妈呀，这里怎么这么多野人啊？还好他们都睡着了，要不然真的连枪都摸不到了。赶紧抓紧时间收集物资。奶瓶，奶瓶，美食村人不打美食村人，今天我就放你一马。不对，奶糖好像没有枪，赶紧追，收奶糖收拾吧。谁说我没有枪的？奶瓶，你难道抢口袋吗？那是奶糖，我错了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臭奶瓶，你搞偷袭。奶糖，我说我枪走火，你信吗？我信你个鬼！你个臭奶瓶，坏得很。还好这里有个医疗箱，可以快速回血。我的位置已经暴露了，得赶紧换个点位。哎，等等，发现两个小粉丝。臭奶糖，我又回来了，给我狗带吧。拿命来炸！啊，我怎么狗带的？小粉丝，你是来碰瓷的吧？还好我没有靠近你，要不然就被讹了。臭奶糖，居然敢打我对象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不是吧，连小学生都有对象了，为什么我还是个单身狗啊？我又不脆弱。哼，我要化悲愤为力量，这把我一定要吃鸡。嘿嘿，接着去利用野人刷点等级，只要等级越高，攻击力就越高，秒人的速度就越快。嘿嘿，轻轻松松就到10级，这也太舒服了吧！臭奶糖，你竟然用野人刷等级，你这是作弊！哼，又没说不能用野人刷。臭奶糖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们针对你了。可恶，你们玩不起，赶紧躲起来。这速度里面竟然有个吃的法杖，不错不错，我已经刷好等级了，你们完蛋了。二爷，轻轻松松吃鸡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吃鸡是什么段位呢？